Hello， 咁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啊，翻嚟啊，今个星期嘅澳门特别节目。咁啊，今个星期咧，因为咧我哋嘅主持啊，大头仔咧就要出 trip， 咁啊，所以咧就延误咗几日，咁啊，稍为较后时间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翻嚟啦，咁啊，大头仔咧就啊辛苦出年出翻嚟咧，就即刻同大家开麦啦，兄弟喺度嘛？我喺度啊，我啱啱翻嚟啊，不过做完嘢，但系。就都唔好怪澳门啲天气啦，个人都有啲攰，不过还好嘅，呢排潮湿啫，习惯唔到。你仲后生啊？咁啊，今日咧即系翻嚟啊，今个星期有啲乜嘢澳门嘅想同大家讲下咧？哦，其实咁嘅，最新先讲一单啦，就系即系始终澳门旅游城市都讲翻啲旅游嘅嘢啦。咁先讲呢啲先嘅，咁之后我哋会再讲即系最近发生嗰单交通意外啦。咁下一節咧會講翻即係澳門人就業同埋個美國人權報告咧，有啲古惑位咧，其實咧澳門政府係冇發現自己做錯嘢嘅。但係呢啲我咧就下一節先講嘅。咁咧先講講澳門旅遊嗰邊發生咩事啦。民進廳有記唔記得我哋澳門有一個叫做買一送一嘅優惠㗎？有冇聽過啊？我冇記錯，好似係嗰個船飛啊。嗰啲咧好似係有一個買一送一優惠啊嘛，咁但係咧就好似咧就係有一啲限定嘅條件嘅，係咪咁樣？因為我呢排咧即係我就唔喺澳門啊，所以有時錄音咧就會有少少一秒半秒嘅 delay 嚇，咁啊請大家原諒。我覺得啱啱啦，兄弟。啊，係啦，咁咧原澳門開翻即係澳門復所謂嘅復常開關啦。咁為咗吸引旅客咧，佢就有呢一個船飛買一送一嘅優惠嘅，咁係 Turbo Jet 嘅。即係大家知邊間㗎啦，咁但係咧佢呢個優惠咧就有個限制咧，就係即係唔可以即刻來回嘅。咁佢嗰陣時就想鼓勵啲人即係留澳門玩多日，住埋酒店啦。咁但係變咗就衍生我哋都節目討論過啦，啲酒店房點解咁貴啊？咁然之後即係點解會即係咁 book 唔到酒店啊？好多嘅問題我都同大家分析過嘅。咁而家呢一個優惠咧，就原來延長咗，就即係買來程送回程嘅優惠就延長咗三個月。咁同金巴都商討緊嘅，同金巴都係商討呢個問題嘅。咁而家咧就佢玩新嘅玩法點樣咧？除咗呢個之外咧，原來咧佢諗住即係國際旅客咧嚟澳門機票咧就打算買一送一，就研究緊呢樣嘢嘅。呢個最新嘅消息。咁咧我。即係佢就話即係同即係喺新加坡啊、韓國、日本，即係主要亞洲同東南亞嘅地區等等啦。咁佢亦都會話考慮即係同澳門航空嘅公司就叫埋啲酒店套票一齊嚟吸引國際客源啦。咁至於關於即係可能一啲即係政治正確啦、台灣嘅團客啦，同啲外國團客嘅優惠咧，就仲未傾掂嘅，就係盡快推出。咁民進卿，你又點樣睇呢一個？買一送一嘅機票優惠咧，同埋話即係酒店機票套票喺澳門嚟講，即係以你嘅經驗嚟睇啦，係啦。兩個睇法啦，第一，澳門本身唔夠足夠嘅吸引，同埋嗰個旅遊嘅即係總體嘅配套性。我成日講過啦，澳門你嚟過一次之後，你好難再揾到咧有再翻嚟嘅或者獨有嘅嘢令你不停翻嚟啊嘛。基本上咧，即係個賭場方面咧。而家面對嘅情況亦都唔係咁樂觀啦，亦都冇咗以前嗰啲大豪客啦，所以應該治標就係點樣去重振賭業同埋色情行業，而唔係諗呢啲什麼送船飛、送機票，唔係諗呢啲花神咯。即係個重點擺錯落地方，呢個我睇法，兄弟。啊，係啦，嗱，佢擺錯一樣之餘咧，咁同埋咧，澳門同香港即係兩個城市之間咧有個傳統嘅，其實點樣咧？就係佢哋啲人慣咗係嚟香港玩幾日。然之後咧，可能過嚟澳門兩日一夜咁樣，或者即刻來回咁啊走噶啦，即係佢澳門唔會留好耐噶嘛。咁我首先你講啱嘅就係、是，即係澳門佢唔係話好多好有特色嘅景點啊，旅遊配套係值得啲人去玩咁多日嘅。因為其實做旅遊業界裡面嘅人咧，其實都深知一樣嘢咧，澳門最多係玩盡就即係兩日三夜啦。咁但係我哋就有一個假設有日本客。咁佢嚟講我玩，咁佢會想坐飛機去香港留幾日，過兩日澳門啦，定係倒翻轉坐飛機過嚟澳門玩一兩日，再過香港。咁但係張回程機票佢一定會係翻係喺嗰個即係以佢講法啦，就一定會係翻喺澳門飛走噶嘛。咁唔通我去完澳門翻嚟，再去香港玩幾日，再坐翻船翻嚟澳門坐飛機咩？
咁又如果你係旅客嚟講，你覺得會好唔方便咧？即係你要咁麻煩，為咗張來回機票？哦，嗱，你唔使其實咧，坦白講一句咧，冇人會候嗰張機票噶，嘥氣噶。嗯，即係我頭先講咗個重點，唔係喺張機票度，即係唔需要 focus 呢樣嘢。即係澳門政府諗嘢係有啲問題嘅，我由頭尾覺得，即係呢個我睇法嚟嘅。即係正如一樣嘢，阿兄弟，我而家同你去食飯。嗯，肚餓嘅時候，其實你唔會諗咁多噶，你只會諗喂，邊間就腳，而唔係喺最肚餓嘅時候，仲要問你啊，牛排幾成熟啊，要點樣半碟啊，一切要多鳩魚。係啊，即係我哋係，即係佢哋係治標唔治本嘅咁講啦。係點解咧？因為咧，澳門個問題就係佢本身佢就係首先第一，我哋知道長久以嚟都係冇一個值得留咁耐嘅景點同活動俾佢留咁耐啦，即係上主題都好，都未必值嘅。咁而即係我哋唔係踩澳門，而係佢真係唔多配套。第二係咩呢？第二係我哋都講過，其實而家嘅酒店業咧係仲未復甦嘅。點解咁講呢？我哋自己嘅復甦唔係佢嘅生意，而係佢個服務嘅水準同埋佢嘅哋嗰個營運啊。因為其實而家咧都仲係成個澳門咧係未請夠人咧去即係批勞工額啊，所有行政程序其實都未完成曬咧，去執房啊，去提供翻嗰、那個足夠嘅酒店嘅房俾人哋嘅。咁當然啦，佢講呢個係規劃，即係可能等夠人嘅時候再推出啦。咁但係變相會衍生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咧？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其實我都問過啲同行咧，其實話酒店價咧都係貴嘅，都仲係即係唔值嗰個價錢。咁你如果出到套票，即係可能話同啲航空公司一齊搞咧，其實即係叫簡單嚟講，你係增加咗個叫做 demand， 即係嗰個即係經濟101嘅需求量。咁你增加需求量啦，咁又唔夠房派，咁到時候咧，澳門嚟澳門嘅旅客咧，就要係一段捱，就算佢有套票都好，咁可能有啲散客或者唔係搶航空公司飛機的客攞不到套票，又或者呢啲酒店加機票套票是有限額噶嘛？佢酒店同你拆數，佢唔會俾曬你噶嘛？佢都要去諗限賣幾多，去點樣去，即係佢要交到嗰個數，佢唔係個擴嗰個叫做銷貨量，佢係達到佢嗰個叫做總收益嘅總收益噶嘛？即係佢幾多個 revenue？ 咁其實你咁樣做，只會令到啲國際客個觀感或者係其他客觀感覺得，我做乜要咁做咧？即係我做乜要俾啲咁貴嘅價錢翻嚟澳門玩咯？其實成件事咧又好奇怪嘅，佢哋諗啊，即係點解？即係咧，佢哋諗一類嘅嘢咧係好不其實好離地啊！我可以話係，因為你本身做旅遊業，你係要令到人哋即係客似雲來啊，好歡迎人哋之餘咧，係要旅遊覺得舒服噶嘛，而唔係要好似去到今日我去到即係某間賭場個 shopping mall 逼爆曬人。近到又辛苦，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好多人，但係嗰種感覺咧，即係冇疫情嗰陣時咁舒服啦。咁但係即係人有啲都有啲唔習慣嘅。咁但係我作為旅客，我會係去一個地方玩，我會感受當地嘅文化或者當地一啲行嘅設施啊，或者係當地一啲嘅景點嘅時候，你係咁多人，即係其實就係講嚟講去嗰個嘢就係貼錢買難受，而家就係、是。但係政府佢就係諗住點樣做一啲我就係做 promotion。我怎樣去宣揚開去，我怎樣去延長個港客優惠買個來回船飛咁樣樣。但是你最主要就是你要人哋 stay 那個叫做stay 嘅住宿嗰樣嘢，你解決不到佢嗰個火嘅供應，永遠都是即係永遠就係有今次冇下次㗎啦。其實做啲嘢咁變咗，其實即係睇呢樣嘢之後，我會覺得其實澳門政府嘅旅遊局今次做嘅功課只係有次係當即係做個樣出嚟咯，純粹。冇乜值得即係佢冇乜值得去一個學習嘅榜樣嚟嘅，因為你係要令到一個難忘嘅體驗啊嘛。咁another way 啦，即係第一個方向去講，係好難忘嘅。原來又做水魚俾人劏咯，即係原來搞咁多嘢，最後澳門都係回歸基本部，劏人水魚啊，即係收人哋貴嘅酒店房啊，服務又未必達標啊，或者可能同其他旅遊地區比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唔值嘅。咁長遠上咧，對
澳門旅遊業是不好的，因為即係好似例如我哋澳門賭錢、澳門玩咁嘅樣，哇！即係正如文俊英所講，而家又冇呢一個所謂嘅黃色事業啦，跟住然之後又冇嗰啲即係以前賭得咁勁嘅高額投注啦。咁然之後，我去可能我去嗰啲東南亞地方又去賭又去住，我仲 happy 仲開心嘅。咁我做乜要咁樣做咧？咁長遠上嚟講嘅話，澳門嘅競爭力就會弱咗好多啦。即係純粹只係嚟望一望就走啊，甚至可能覺得不要浪費我時間，即是買一些沒有特色的東西的時候，沒有一些令我難忘的回憶呢，我做什麼要來呢？即是不用 Hello Macau， 即是回去睡覺都可以了。文俊卿你又怎麼看呢？其實如果按照其他地方，即有一些賭場配到跟澳門競爭的話，即是做國際客來講，以你的經驗的人物來講呢，現在不足以做國際客，因為你是後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打不通，未配到賭。我講過好次的節目錢莊啦，其他嘅嘢啦，賭波嘅範疇啊，其他嘢都係唔成熟嘅。其實咧，嗱，不如去下一個話題啊，因為咧根本澳門政府做嘢咧話不着邊，唔係真正對症下藥，所以佢做嘢只會係咧永遠到喉唔到肺，執到好牌又唔識上。譬如好簡單，當陣時大家記得嘅，攞咗橫琴翻嚟，結果發展好點啊？而家一鍋粥咯。跟住我哋上次讲过啦，我哋节目自己国际大局去到而家环琴特区开啲位出嚟，话喂搵澳门啊、香港人啊上去啊，融合大湾区啊，做一啲项目经理啊、地盘嘅设计师啊、发展职位啊，全部系俾晒嗰啲新移民啊，即系可能佢落咗嚟澳门，佢系大陆人，佢嚟咗澳门或者香港生活咗一段时间，跟住咧佢就攞咗澳门、香港临时身份证。就上去應徵曬本地嘅人咧，根本咧你揾唔翻啲真真正正咧純澳門純香港人嘅。跟住嗰啲人去到嗰度咧，根本你環琴而家咧，遲啲大家睇一睇我哋二台啊，二台我哋會 upload 好多生活片啊。根本環琴嗰度咧，啲人流咧就稀少過稀少，直情講笑咁講啊。如果大家咧新考車牌嘅，你環琴揸車，咁起碼一樣嘢啊嘛，車又少，人又少，又唔怕有意外係嘛？去慢慢兜下兜熟先咯，去揸熟架车先咯。系啊，你可以锻炼技术噶，跟住去到话星期六日咁样，一家大细喺环锦，净系喺公园见到噶咋。你其他地方你根本你连好简单，即系啲人系稀少到咧。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啊？其实我觉得环锦嘅状态系同疫情嘅澳门系冇分别噶，即系条街真系冇人噶。嗰我自己亲自去嘅，早几日啫嘛，我先去完环锦嚟。是啊，我要去橫琴做啲嘢啦，咁跟住去跟啲嘢啦，順便啊嘛，揸下車周圍兜嗰下，冇人嘅。咁其實你澳門面對呢啲情況，由橫琴開始一個錯誤嘅重判啦，係嘛？即係橫琴嚟嘅開頭講咗，呢個係一個澳門直接合作最大嘅一個地方，根本你就唔應該將橫琴融入大灣區咁睇嘅。第二，當中當時講嘅澳交所啊，所有嘢後屘自己 ban 曬自己嘅，話唔要。话唔做，跟住搞到鸠芝麻碌，搞到北京开交易所，上海又一个，北京又一个，自己打自己，左手打右手，跟住北京又做得唔好，即系难听啲讲句，三个字都陀衰家咯。系啊，成单嘢根本仲有，你讲到话要取代香港，取条毛啊！唔好意思啊，兄弟，请你继续。哦，唔系，即系你话横琴呢样嘢咧，其实即系嗱，你所讲嘅新移民去嗰度做咧，我可以用一个 term 嚟总结，就叫做水鬼升城王啦。咁其实亦都之前节目有讲过，可能啲听众未必记得嘅。其实就算上去嗰度做政府工嗰一班，即系原本话喺嗰度可能开一啲位啊，升做由厅长就升上去做嗰啲咧，其实嗰阵时都用咗好耐时间，都未拆掂两地法律嘅问题嘅。再加上其实而家我哋会见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会揾好多嗰啲可能系。做綜藝事業啊、娛樂事業嘅人上去嗰度咧，去宣傳啊，又唔同嘅兼職，即係噱頭咧，去搞。其實係咪真係咁好咧？其實我諗唔係嘅，因為講呢個橫琴發展嘅 concept 其實都兩三年。我之前上去橫琴，即係幾年前嘅橫琴，其實都即係可能講已經都唔係好，都唔好多人嘅啫。其實。亦都冇我想象中大家睇上咁美好嘅啫，即係我亦都聽翻嚟係，即係我亦都有人係幾個月前上過去視察過咧，係做旅遊嘅都話唔值得去嗰度發展嘅，即係佢唔係保你買，而係以佢哋嘅經驗同大家講咯，其實講最啱即係飆車嘅咋，不過喺飆車咧又講講下咧，就即係講嗰啲 topic 咧，就千祈唔好澳門飆車啦。阿文俊卿有冇最近有冇睇新聞啊？最近
仲有新聞，有單嘢個意外嘅，就係、是、關於咩咧？我講講咩事啊？可能你唔知嘅。咁咧就是、有個叫代駕王，咁咧就係、是、專係幫啲人即係可能飲醉酒，即係飲咗醉酒唔想揸車，就即係 call 架車叫代駕，咁咧就車佢翻屋企嘅。咁咧有個代駕王咧就喺氹仔嗰度嘅運動場嘅迴旋處咧就撞車，咁咧就同個電車相撞，咁然之後咧就導致個司機咧一死一傷嘅。咁即係呢一間嘢咧就喺澳喺一個社交媒體，即係 Facebook 等等咧。就發生了很大的爭拗啦。咁因為咧我想問文章有冇坐過代駕王啊？話事話，你印象中你有冇坐過？冇用過。哦，我咧就用過一次嘅，但係就疫情前噶啦。四五年前咧因為有一次嗰時候我之前嗰份工作咧要去應酬嘅，咁我同啲老細去飲酒啦，咁兩個同事就 call 代駕，咁佢車我翻去，因為佢都飲咗酒，佢揸唔到車嘅，大家都知。咁然之後咧，佢車我翻去嘅時候，其實個代駕真係好快嘅。咁啊，發生咩事咧？因為咧，其實我諗可能啲香港嘅聽眾未必咁清楚啦。澳門嘅聽眾可能會比較感受比較深啲啊，因為代駕王咧其實揸得好快嘅。咁咧。呢件事係本身好多澳門居民咧都好不滿佢哋呢種做法嘅，咁咧佢哋亦都咧亦都有喺網上爆料咧，就話即係佢就話佢哋即係佢哋係招緊飛車手啦，就話點樣咧？就話過橋冇影相位，要開到百四，到燈位前要拉二波急剎到八十，咁皇朝咧去氹仔咧就七分鐘，咁咧就即係亦都有社論而家係直接寫出嚟咧，就話係完全漠視生命嘅。咁跟住然後咧就話呢個公司嘅社交平台仲寫咗句咧，唔叫代價就要付出應有嘅代價。咁其實點解會咁大反應？係因為一來咧，大家對間公司就即係佢哋本身嘅即係職業操守唔好啦。二來其實呢啲代價係合唔合法咧，我都覺得要爭議嘅，因為佢又算唔算係的士公司？佢有冇牌？我又未查清楚啦，因為我查緊資料嘅，我都講清楚就係、是、咁。但係有件事咧就好搞笑嘅，就係咧即係有啲澳門聽眾可能會未必認同嘅，就話點解唔查天眼？即係我咁講啦，有時候咧查案咧可能會多方面嘅證據真係好啲。我唔係幫治安警講説話，我哋只不過係話即係有人唔認同治安警點解要未有目擊者，點解唔查天眼？天眼喺嗰度有冇？第一、第二，如果你多方面嘅證供去分析件事，對整個故事嗰個叫做整個圖 picture 更加完整噶嘛。咁文章你又點樣睇？其實呢一啲所謂嘅代駕係咪應該存在喺澳門咧？即係你飲醉酒，然後你想唔想揸車，你又 call 下代駕車你走，但係其實又叫的士，不過的士佬唔肯車咁樣咯。你又點睇咧？其實呢一種代駕必須啊，因為咧每個城市都係啊，基本上飲醉酒咧係唔應該揸車嘅。但係客觀上咧好多情況咧，咁基本上你架車未必留到嘢，未必泊到喺嗰度附近。即係簡單啲講，你要處理咗佢啊。咁所以咧，即係代駕係每個城市必須啊。即係呢個我睇法嚟嘅。系啦，嗱，有听众唔认同咧，冇问题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如果喺个法律法规下系可以容许呢样嘢存在咧，其实只要修法做咗呢样嘢存在 ，OK 嘅。咁但系咧，呢啲咁嘅司机嘅操守咧，系需要管制嘅，即系同埋啲雇主，因为咧有啲人喺网上面踢爆咧，其实咧佢哋系受压嘅，即系啲雇主又闹 Q 佢哋啦。咁然之后，即系话叫佢哋即系一定要揸快，如果唔系点点点，即系俾好大压力佢哋，因为开好高人工。咁但系你都知啦，即系呢几年疫情，大家都知道生意差噶啦。咁就即系搵工嘅难，咁做住呢啲，咁可能有压力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澳门居民可能就唔可以太依赖天眼。点解咁讲咧？如果你乜都依赖天眼咧，佢有佢嘅功用，但系我哋唔可以觉得佢完全系一件好嘅事，因为佢始终系干涉到大家嘅人身自由同私隐嘅。即系有好多唔少嘅。澳門的居民可能即係情緒上剛下見到啲嘢咁慘咧，受影響到，我明嘅。因為其實案中嘅死者咧係我舊同事嘅朋友嚟嘅，佢同我講係好後生嘅啫，即係佢因為兩個傷者都係一啲菲律賓裔嘅澳門人嚟嘅。咁我識即係識唔少人，佢同我講翻，我佢都好唔開心。咁但係即係死者二啦，希望再安息啦，我都講翻呢句。咁但係講翻個天眼就係、是，冇理由你哋為咗可能要懲治於法嘅同時，而忽略咗呢一個個人私隱嘅同埋
嘅自由啊，同埋保障咯，即系唔可以俾呢啲嘢去将你一啲个人嘅自由而牺牲嘅。其实民主你又点样睇而家澳门居民嘅反应咧？即系见你哋话点都查天眼，你有咩意见咧？我真系唔知啊！我根本我成个月都唔喺澳门，我长时间唔喺澳门啦。但系澳门人咧，俾我一直嘅感觉咧，其实做咩都系啊冷感啊，即系基本上政府话乜咪乜咯。對所有的政治、啊、政府做的事、啊、的行為、啊、甚至乎不合理的待遇都是冷淡對待的，覺得忍一忍就算了、哎、不要搞事、啊、多事不如少事、啊、澳門即我作為澳門仔、啊、基本上我感覺的人都是這樣的，不懂得去為自己合理權益，不懂得為件事的真相，為件事的本身來 去講一個公道和一個實際的解決方法的。任何事你叫做一认真去处理对待啲人啊，踩你台嘅，系嘛？即系叫你啊，唔好搞事，最中意就系唔好搞事，唔好添乱。即系其实有时咧，即系唔抵帮嘅。点解咧？某程度上有时大陆人反而个感觉，大陆人有啲嘢处理上，有班人系比澳门人仲明智，仲系更加现代化。即系呢个我睇法啦。咁即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嚟嘅啫。因为呢排我喺大陆多。所以咧，有時都同好多大陸人溝通咧，有好多文質嘅，但係都有一啲就唔係咁樣嘅咯。係啦，即係一樣唔係養白羊人啦。咁民間可能大見到啲人都會為自己權益爭取，其實我哋透過唔同社交媒體，即係一啲社會事件上都會見到嘅。咁大陸人其實唔係即係話好冷咁嘅，當佢哋牽涉到佢哋個既得利益或者切身利益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反抗啊，嗰、那個即係訴求嘅表達咧，其實係比澳門人嘅行動係更加多嘅。反而民間講嘢就係澳門人就好中意潑冷水嘅，即係佢可能會講一句話。唉，做得啲咩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學即係佢哋，即係學偉大嘅何爸爸話齋，澳門唔可以亂。咁但係而家呢單嘢咪亂咗咯。咁同埋呢單嘢其實因為咧，就據聞嗰個老闆曾經係一個治安嘅，或者佢做一個即係治安部門啦，即係治安警嘅部門，即係曾經或者係現任嘅。因為佢個人嘅 Facebook 俾人踢爆咁樣寫嘅，即係呢個網絡傳落出嚟㗎。咁我當然想知道真相啦。有聽眾知嘅可以留言同我哋講，咁或者去報料俾我哋聽嘅。咁但係講翻就係、是，大家如果見到自己嘅記得利益同切身利益受影響嘅時候，俾人哋剝削，其實要好清楚喺澳門生存，要熟悉啲法律，揾識嘅朋友幫你哋啊，或者識知了解法律啊呢啲程序嘅人咯。如果唔係，到時候即係俾人哋割韭菜、俾人哋欺壓嘅咧，都只會係。你哋各位，同埋呢樣嘢會循環地發生咯。不過即係而家講呢個，即係澳門政府做嘢咧，就大家都明㗎啦，佢都唔會話點你㗎。咁但係咧，澳門政府做好多嘢咧，就俾人哋睇到嘅。咁咧就包括咧，即係我對住我哋即係偉大祖國狂追猛打不捨嘅美帝啦。咁內容嘅詳情咧，我哋不如下節翻嚟講喎，文俊興。好啊，兄弟，咁我哋下节翻嚟，好，辛苦晒，唔该。我哋系今日嚟到呢个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阿邓登为我煮咗一味嘅，系咪叫台长嘅呢个牛扒咧？我台长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绍下呢个即系菜式有咩特别之处啊？第一样嘢。單手可以吃的，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柳，追下牛扒，然後有一邊有得來虎蝦，還有這味蛋呢是牛奶、啊、非常非常滑，完全沒有澱粉質的。那呢就除了這個之外呢還有面豉湯，那這味菜呢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美味、啊、所以大家來看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呢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朗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藝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